OK， 我们先来台北的台湾昆虫馆，在林光站附近吧。然后旁边有一个很大的麦当劳，但车子很难停啊，麻烦。然后今天礼拜四，大概晚上4点，下午4点才开，所以你们要自己注意时间，平常时间跟那个时间。台湾昆虫馆到了，免费哦。是他在地下室的周年庆。那我们现在大概快6点，还有很多的活动，海潮之声亲子户外一日营，动物全家福。好，要注意一下营业时间哦。8月，礼拜一，今天礼拜四。好，自己时间看一下。夏夜蛙鸣，户外生态的导览。雕、甲虫、龟，体验式。还有这个周六昆虫动物幼儿班 ，battle 登陆作战。台湾昆虫馆，虫形世界。因为我那个三轴坏掉了，大家忍耐一下吧。户外导览，很多东西，还有怪兽学堂。学堂，这是外面刚才看的东西。哎，周年庆。我跟你说，我打到了大鱼。好。大的乌龟哦。好，等一下爸爸过去看。好，再有很多的大乌龟哦。哦，是大陆龟吗？生态步道客，这么厉害哦！这里有，它从卵。然后变成吉母虫，再变成蛹，然后再长大成独角仙，它的生态。非洲帝王蟹在哪里？看到吗？它沉下去了吗？没有看到，躲起来了吗？啊，在里面吗？躲在里面，但看不太到。嗯。佛罗州的巨马路，巨马路可能也是躲起来哦，在后面，好可怕啊、哦！在后面，他那个有点看不太到，在后面，他躲在后面，躲在后面。对啊，那是蛇哎。非洲的树枝螳螂，我们来找看，又找不到。在那边。那边我有没有看到？我在哦，我看到了，在这里。还有也拍不太到，它太像了，树枝螳螂，树枝螳螂，好，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枯叶螳螂，勾背的枯叶螳螂，等一下啊、哦，一个，哦，在哪里？这个，在这里呀、啊，枯叶螳螂，不要动它，这个，哦，枯叶螳螂好像哦，哦，勾背的枯叶螳螂，不要摸。乌雷塔。OK， 那这个是什么？还好床中接待。的一个是主角，还生小 baby。你看，他准备生小 baby， 在这里，看到吗？你看爸爸相机、手机，看到吗？还准备生 baby， 好这样子，好，生出来了。哦，真的呢，这里有一只敲形虫，这里有一只青蛙哎。端，哦，这个是什么嘞？在躲在哪里？这我没有看到。它躲起来了。躲起来了，找不到。好，稍微看一下那魂的水栖昆虫。哦，这有个大蛋哎。爱上杂志了，小蟋蟀老师的捐助。
虾，是不是？还有很多小鱼。爸爸，嘿，跟你说那种饭呢，就是要投钱，然后那个，哈，就会有大红娘花小抓抓，超厉害的哦！真的哦，会空手掉下去哦。希望要小大红娘花。你也找到。爸爸，你看这、在这里，在这里。爸爸，你看这个鱼。在这里，大红娘花。又走了。爸爸，啊，这个。哦，这是什么鱼啊？山羊，山羊，爸爸贵哦。啊？跟你说，妈妈，你过来一下，爸爸，好，你过来一下。OK。哦，好多好多海洋的那个，哦，你看帝王蟹啊，啊妹妹，这是帝王蟹，妈妈好大只哦。对哦。还有鸟哎。啊，好多标本，看到标本了吗？多标本。哇，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哎。哦，这个是发光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已经发现乌龟了。发现乌龟了，在哪里？哦，大龟耶，大陆龟对不对？哇，你发现了。时间到还可以喂它哦。它现在是大乌龟，好大只的乌龟哦。它这里是乌龟的体验营，体验式导览。它那是从哪边？这边有只大乌龟哦。它是从哪边抓来的啊？我不知道哎。然后你看这边好多赫克利斯哦。爸爸，小心哦。这个有几只乌龟？好，你数数看。1、2、3、4，4个。啊，你好棒，你进步了。这好多乌龟历史。我家在哪里呢？昆虫的栖地。哇，这个都好大只。这边的甲虫，战神大多都很大只哦。大兜都很大，这母的吧，下面应该是母的，公的啊，公的吧，毛大兜，毛像大兜，是不知道什么蝶，这很美，哇，全部都天牛，太高了，摩尔猴蝶。赫克利斯，金带啄凤蝶，是鹅吧？标本啊，周年庆的标本特卖啊，香菇，再看啊，卖香菇哎，哇，所有的标本可以买，那其实也不便宜啊。哎，有这个哎，果冻台，在果冻台比较大哎，10块一个。哦，这个可以，要来买一下。还有水苔，这个要100块，大孔100块。啊，水苔50块一包。
每个地方卖不一样。小包果冻50块，我们还有摸彩也多，去看一下有哪些。买啊，买东西150块就可以得到一个。外壳都没有拿起来，它这个外壳没有拿起来，直接切的。哦，有啊，我们有切果冻的，长青入具。这外壳没有拿起来。啊？它这个外壳没有拿起来。哦，没有，因为我看不一样啊，你切也可以啊，不切也可以、啊。它这个外壳哈，外壳还在。刺身敲，找到。以他佛力刺身。木质钥匙圈，这东西很多、啊。哦，也有那种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啊，小娃娃。这边是全部都是那个敲形虫标本。还在看，找他换图，换图。哦，大只。哦，这好大声！活难死了，活难死了。知道吗？像看过什么常见的什么？活难死了。长势不外泄。蟑螂，还是活的，是活的。哦，好多蟑螂。啊 ，I don't like 蟑螂。手工，肥味手工。卖一些转蛋，其实蛮大的。然后那边还有，我是从入口进来，然后就慢慢的。你要拿什么？然后上面环绕一下，这是它从后方。哦，然后很大哦，蛮可以逛的。你要拿什么？跟爸爸讲。你拿什么？啊？他说他想要转扭蛋，你要转扭蛋，什么扭蛋？你问妈咪。假充扭蛋，妈妈一直说不行。什么想多转蛋？那也不便宜啦。嗯。啊。那可是这样。转蛋不便宜、啊。转蛋蛮多的。啊。我今天那个三轴有点问题。新鲜水果手作。不行不行，这样你再看还有什么东西。走、嗯、你想要什么？你想要养养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蜘蛛。智利火玫瑰。火玫瑰。哦，这个蜘蛛，这个蜘蛛你看它结好多网哦。
还没看到。好好，不可以拍他。他结好多网哦。哦，蜘蛛哎，真的蜘蛛哎，这毛蜘蛛真的是很汤啊，爱很汤。这是什么？大麦丁鼠妇，一只80。在哪里？躲起来了。角蛙的完全饲养手册。哦，还有角蛙哎。这边有角蛙特卖中。角蛙。绿角蛙300，黄金角蛙300，黄金皮卡丘角蛙900，棕角蛙。妈妈，你是说要买水台吗？要，要买水台。我还有。这里有一只，这只不知道什么，这拍不太出来了。拍不出来就算了，那么多一只，看不到。那我们再往后面看，哦，这个是他们工作台。好，这边再换图，重介传奇。这边有很多的，这个是那个是什么转蛋哈？台湾昆虫馆其实是蛮适合来的，有卖很多的，木头啊，反正东西也蛮多。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。这是竹哦，这个是竹节虫哦，竹节虫的价位，都躲在上面，躲在这边。竹节虫好像吃芭拉叶，是啊，在那边。是芭拉叶，哦，那边有叶修，好小只哦，那么小只。体验一刀乱，叶修太小只了吧？这里啊。爸爸，三个十加三个十，60啊。哦，好多叶修哦，这也太多只了吧？有两个要60，而且好像只哦。60是什么的？啊？60是什么的？加葱啊。这个是什么？骷髅头的。哦。骷髅头。在后面你可以听到很多的甲虫的叫声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。自费的标本箱，烘干。哦，蛇啊，大玉米，小玉米。这有虫虫的特价区。现在有的有什么虫在这里？鬼燕鞘、彩虹鞘、巴拉望巨柄、苏文达拉巨柄、长颈鹿巨蟒。毛大象大兜、厄克利斯大兜、山里的钱。战神大斗，
油呀，那个都是饲料了。大麦草、黑蟋蟀，还有蟑螂。看到了，樱桃红蟑，哇，一堆蟑螂，哇，怎么不行？小孩都是哎。很保守，樱桃红蟑。我不要，我养这个我会很累，我再不要，到后来都是我在养。可是没关系，还是一样可以好的玩。然后谁能知道他要让他交配成蛋，才可以再把交配管理好，交配比较难。那我这边有很多的书。如果是男生的话，你们就拿的是什么？动物擂台买一送一。分手大惊喜。哇，这里好多东西哦。小蛙完全饲养手册。呱呱呱呱呱呱呱，酷虫学校，稀奇古怪的同学们，红花母亲，龟甲虫，多可爱的虫。很多的书籍，甲虫日记簿也有，敲形虫日记簿，昆虫上菜，台湾种树，春象，哇，很多，然后有歌，哇，其实东西真的非常非常丰富哎，可以来看，哇，这些标本。台湾剩三年，哇，这个很稀有，哇，这个很漂亮，这个这样做，哇，金牛。加拉猫，小豹猫哎，在哪里啊？啊，豹猫在睡觉。后面还有，有鸵鸟。咬人哦！最佳最尾鹦鹉，我咬人哦 ！I got you。
从动物的饲养。这个是什么？仓鼠。我们的仓鼠在哪里？哇，它躲在里面，它再爬上去，爬上去，上去玩，累了再休下来休息。哇，这速度会不会太大了？
有个空格，这里太黑了吧？我还没去干那边呢。哦，这里都夜行动物了。在考验飞机机的夜拍能力，但没有闪光、哦。我先讲，我没开闪光、啊。我看到一只青蛙、欸，是吧？看到吗？青蛙屁屁。青蛙屁屁的，要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哎，你有买一个娃娃啊？哦，不可以买啊！哎，晨晨，你不要乱抓！哪一个？这是什么虫？这是什么？一脚一个，这是什么？你问老板。这个是什么？那个独角仙。鸡兜虫。什么鸡啊？鸡兜虫哦。鸡兜虫。哎，这个叫鸡兜虫哎。小心哦！但是不要抓。你不要抓啦，可以抓吗？对啊，是可以啦。你要小心，他们鸡都抓到很痛哦。你不要，你看你现在骑虎难下了吧？好，你不要给他，你不要抓，你看就好。这个可以吧？这是鸡兜虫。对啊，对啊。它其实还好，可是被抓到很痛。他们很年轻，他们现在爪力很强。爪力不强。哎，这个叫鸡兜虫。鸡兜虫，这个就是鸡兜虫。再去看还有什么，我继续去。Hello。哎，这里有一只大蜘蛛。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。这里，大蜘蛛在这里。有毛呢，好大只哦，比它有毛哎，比我的手还大哎，跟我的手差不多哎，我的手更大，比妹妹的手还大，我手跟哥哥的手差不多，比妹妹的手还大，好大只，有水在里面，还要喝水啊，这是夜行性动物，他们都在晚上的时候出发，那边还有，你没有看到那边有蜥那个猎狮吗？猎蜥蜴吗？中狮蜴，他们几只在那边跳舞。中狮的热，不是，这里是我刚刚看到青蛙，在那边。我也看到。有看到吗？这里。嗯。这个是青蛙。哦，对。看出来吗？你看把匕首吸。看出来。嗯。这个我就看不出来了，这我不知道什么。哎，这有灯哦，刚才没有灯呢。带爸爸走过去，不要怕。好，走，跟我一起走。我怕，我怕。走。我不怕，我直接走。公你看，哎，他们在跳舞，他们跳。嘘，他跳舞。他刚才在跳舞，他头在那边甩来甩去，很好笑。你看，你不要过去，。跳。嘴巴张开。笑死。小声一点，嘘，不要吓到他，哎，不要吓到他，对，他嘴巴张开，小声一点哦，不要吓到他们，很好笑，这个很凶哦，这是龙龟是不是？是会咬。枫叶龟，不要拍，我刚才没有看到，我以为是石头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它两只，你看，这两只，它会把自己假装自己是石头，然后。鱼一过来就把它吃掉、哦。他说：“神不知鬼不觉的伪装术，就是在讲他们很可怕。”他躲起来。这里面有什么嘞？我看一下。对啊。这里有什么？这里找不到。在墙壁上。在哪里？
我没有看到。哦，我看到了，这是蛇吗？不是蛇吧？蜥蜴吗？这蜥蜴吧？在这边啊，我看到头头啦。头头。对啊，我刚刚有看到。你有看到头头吗？这蜥蜴吗？啊，这个嘞？这我看不到啊，这在哪里啊？那寻宝是不是？哦，我看到它身体了，被挡住了。我只看到脚，是壁虎是不是？在右下角那边看不到那角度，看那边躲得真刚好。哦，那边有一只壁虎在那边。有啊，这有一只绿色的。那边有看到吗？绿色的。对啊。还有人画图。哦，骨头，头骨。高冠的变色龙，对，我入境了。变色龙在哪里？我没看到。哎，在哪里？变色龙在哪里？小声一点，你有看到变色龙吗？没有。等一下我先找一下。它会变色啊，我找不到哎、欸。我没找到。你有找到吗？我没有找到哎、欸。绿一坨。它躲在哪里啊？我要找到它。它说它选你。你没有找到吗？找到的要跟我讲。它是这种颜色。有吗？你没有找到吗？好像有一点。我找不到啊！真的变色龙哎，躲在哪里啊？它会变色。它变到哪里去了？我说变到哪里去了？它被躲在树后面。完全找不到啊！找不到，找不到。你跟我来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在哪里。哎，改造中还不在。我找到大脑石。在哪里？不要跑，不要跑！哪里？啊！要龟边木。哦，这个裂隙呀！这个叫硫磺泽巨蜥。怎么了？小心，这个是玉米蛇在这里，这边真的很适合来，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地方。还有休息区，好，现在就可以在这边看一下电视，还可以亲手喂动物哦。哦，它转过头来了。克克力斯转头过来吃东西了，他转过头来吃东西啦。这只算很大只哎。哦，这里也是。啊，这蟑螂我真不行。马达加斯加。哎呦喂啊！哎呦喂啊！我不懂。买水胎，是果冻吗？一样大颗是20元一块，一颗。我要买这个大的，好像100块。
较好，大的比较好，好爬，大比较好。两孔，100块一个。可是我水台都缺了，先买水台，买一包，50块，等下次。活动是100，现在在哪？它还有这个，我觉得这种水晶的蛮好看的，不要贵，琥珀钥匙圈，跟从风买标本120块一个，一个120块。大的250，哦，这个也太帅了吧！这是天牛啊！之后会有卖蛮长时间的用，有可以有卖。你在哪？在250。他都没有写学名，有没有喜欢的啊？8折的，哦，比较脏，不敢买。昆虫帽，昆虫 T 恤。蟑螂跟那个灰色，还有小黄瓜，樱桃，小小肥，走，坐起来。哦，那小肥哦，那什么、啊？小孩，红丝，小刺猬。在里面睡觉，看到没？在里面，看到吗？太黑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慢慢。好可爱哦！我打1根的时候发现我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我只带着步行虫，我只带着耳机。步行虫，哎呦！你看它勇士超大哦。对啊。哦，好可爱的。它脱壳啊？它化蛹。哦，它化蛹。照片再传给我吧。之后你要养也可以养。好可爱哦！哎呀，我们的妈妈。大洋花青龟。标本，哎，陈在这里，那个就是大洋花金龟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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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，啊，爸爸，不要吃我。
南洋肥脚，南洋肥脚在哪里？小一只，真的假的？它本来就是小型的锹形虫啊，就好。它最小，可爱，最小的。它们还可以更小。哦，它在动了。还可以更小，真的假的？这样不会打架、哦。他们在野外也是会这样一群一。哦。这样不会打架哦。它这好小只哦，都没有。那有几只？有什么说？我们当时肥脚要排一圈，不是，是我们当时到底养了多少？妈妈这有七只脚。这种也是吃果冻啊？对，它吃果冻可以就是六吧，刚好四对。我去买那个水苔。说的比较快，你知道有阿姨很养肥脚。爸爸，哎，现在的乌龟在睡觉。乌龟在睡觉，啊，不要找水苔。水苔，没有，没有。在这边。水苔的。水包。水包。我们家里的已经没人了。木头应该还有。哎，不找他买这个。好啦，累了是不是？哦，它有一些活动。四顶金鱼，这两只在挖洞哎。哇，这是什么啊？看起来好恶心哦。茱莉亚，这个是蟑螂吧？蟑螂，我看过了。这是他装死，超恶心的。爸爸，你看，你看你手。我看我手。哦，我的天哪！爸爸，你看你手。我被大牙怪咬了。看这个好大只啊！四点七亿。啊！就要不行。然后埋在土里。还钻呐，然后那个触角露出来，超可怕。你看。然后就买了一包水苔，准备要回去了。下次再来逛。哎，要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我家了。好。我肚子好饿哦。对啊，我们准备去吃东西了。还有零号。小小昆虫。东西蛮丰富的，但是他卖的虫比你多了。现在都真的了。哎，这好亮哦，这什么？哎，太重哎。它真的。这是没有血啊，没有血。它七磅。它脚好长哦。嗯，好长的脚。爸爸在靠这里了。它动了，它也在吃那个，吃果冻吃很开心。比较好吃。甲虫王子有看过，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走吧。看的，我们反正要回到这个外面。台湾昆虫馆，虫形世界，拜拜喽，拜拜啦，下一次再去新的地方吧。OK， 各位再见啦，拜。